就是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男生你们在追女生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直接一点， you know， 不用就是绕一圈啊，然后不用怕，你不用怕很直接跟女生说你的 feeling 是什么。这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对认识一个女生的态度，所以这首歌我很 surprise， 有收在专辑里面，因为这首歌我是完全单独的用唱的。OK， 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唱歌，就是唱，不是说饶舌，这是两个回事。我知道我的唱歌的声音不是那么的好听。但是为了想要跟一个女生告白，我就是想要让她感觉哦，我是为了她愿意就是做一个很冒险的事情，我去唱了。我没有打算会收在专辑，因为就是我唱的时候就是也不是很好听啊。可是我是要这个女生知道我的诚恳。但是后来唱片公司觉得这可以放进去，可是要 auto tune， 他们应该刚开始没想象那个 auto tune 需要用的那么多， OK， 所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，虽然我都在唱，会有一点那种机器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 T-Pain 的那种感觉，不过 ，you know， 我那时候告白有成功 ，so I guess you know， 这首歌真的有用到。